们今天要出发去玩啦、虽然讲是去玩很好听啦，可是没有去很远，我们只是去底沙路而已。今天就打算去底沙路过一夜。涨潮，今天的天空看起来蓝天白云很漂亮耶，可是有点天黑黑这样。然后还有带了一个很大的保利龙盒，装尸体。尸体啦，里面装食物，一些食物和蛋糕，某人的生日蛋糕，几幸福噻。有你在才幸福。一二三。我来底沙路真是来到呕啊！我刚才看那座桥，我已经是看到我已经打卡打到我不要打了，因为我常常都有来底沙路工作，就拍摄，所以就会经过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人，真的很恐怖的那种，超多人。然后我们今天就决定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坐下来吃我们的午餐。虽然现在是已经开放了，但是大家还是尽量避开人群啊，然后做好防疫 ，OK。脸这样那种带小朋友去走，一开始很开心，然后结果下雨，就这种脸。嗯，没办法啦，外面在下雨，你看，整个都是雨水。我们的野餐变成在车上。下雨是唯一的好处，就是把那些人都已经疏散了，所以就没有人群，所以我们就在车上解决吧。这里之前是拍摄彩虹屋的地方，现在已经变成一片荒芜。这里以前是卖一些杂货啊，卖一些水的地方，现在也是直接空掉了。厕所，这间是厕所，还没有拆。好啊好。啊怎么会粘这个？哪里？啊，我人不用了，我养你。粘在你的衣服哎、欸。真的、啊。多少钱你？两块钱。哪里有？他都没写两块钱。哇，这个好可爱啊！不然我们在外面又去不到地方，浪费时间。我刚才看到那些 swimming pool 只限制3个人，30个人。30。没有啦，他是围住不给你在旁边下。哦。哎，我淋到雨啊，先生。哦，好。8点到11点，到十一点哦，为什么下午不可以游？漫长的一个小时。真的是漫长哦。不然我们野餐到来，其实时间是差不多了。失算了。啊，还真的第一次来底沙路，下雨呢。你真的很晒耶。东西。带晒。啊，没有办法的。我平时来拍摄也是太阳大到。我们还在下雨，而且越来越大，最后没有要停的意思了，感觉是抢命雨。首先要消毒 ，Hello。以前是跟那种东西打招呼。现在是一进来就对住他们喷药水，有礼貌。这个人喷得很敷衍。本来蛋糕是要给他惊喜，结果拿着电话没有录到。啊，我没有录到。重新。啊，不用紧了，不用紧了，开哦就开哦。看你这脚，这就没有了脚的。真的啦？嗯。这是什么？我猜一定是大便。因为刚才没有录到，所以现在重录。好吧，好吧，已经看到了，已经看到了。他那个角度真的很像大便，而且转过来我才发现他是秃头哎、啊。秃头 ，Oh my god！ 可爱呢。像你吗？嗯，很像，因为头发 QQ。哪像？很像哈、啊。还真的有点像你哎。嗯。这东西。他的圣诞帽啊耶耶、yeah! yeah, 我没有圣诞帽。想不到32岁还扮可爱，还在这里扮可爱哦、你讲你搞位吗？31什么32？31岁这样子扮可爱，我觉得我21岁有点
哎、欸，不要这样讲话，真的。啊，没有点蜡烛。哎、欸，是哦。嗯，我们不可以点火，所以就意思意思就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吹蜡烛。好。哎、欸，许愿。我希望世界和平，婉婷发大财。没有讲出来的、啊。哎呦，你刚刚是不是把你的愿望讲出来呀、啊？我听到哎、欸。没有。啊，对对对。OK， 哎、欸，没有，鸡蛋糕啊！哦，鸡蛋糕 ，OK OK。今天我们的蛋糕只有这个，这是几寸哦？这个应该是差两寸。好，我们一人一半，爽快吗？一人一口干。我们说是，有点依照。开始在担心了，这个安哥。嗯。秃头啊，这个鬼剃头。现在有点大雨，不知道要不要下去。怕淋雨，怕会生病哦，不然就是打雷，会被雷劈。有做坏事吗？没。你有就不会，就可以下去。哇，真的很久没有淋雨了哎。哎呀。等一下生病怎么办？这一段给爸妈看到应该被骂死。哎，他的为了一定要游泳。咦，变色！哇，老尾，还好没有抓到。狗狗，我们一起避雨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！啊，好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他们好像很怕，等下他们要淋雨，可怜。哇，这不错哎。海边淋雨，为什么这么惨？来海边淋雨。为什么证明有来过？那上面的，上面那个是什么？喷呢？喷水池。你看，喷在地上。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了，然后还有一点绵绵细雨，今天真的下了一整天呢，开心吗？很丑。刚刚来的时候我还很肯定跟他讲，我讲，哎呀，海边不会下雨的啦，就算会下雨也是下一下子就停啊。结果下了一整天，现在看还蛮多人住的，空房很少。早点睡觉，明天早上起来。看日出。